上一代边啊的代表讲伊作准啊，啊你搁讲你天气，你就讲白惨嘛。所以我对人讲天气嘛白惨。我讲伊连刚出来，佮讲我判断吼，伊讲无我来看牙科，你来看内底，我即马拢讲太合情了。我都博文讲得足好诶，证明毋是甚物问见效诶代志。伊今日证明讲五吨年，你假已经失假啊！你连做一个行政院长诶假，你就失假啊！免讲要选举做甚物皇帝，你干那即个假你就无啊！咱过去有讲过哦，五十岁已经知影天命，你知道？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啊！七十重新所忆啊！你读中国历史读甲遮多，你唔知道庶民是甚物物件？今日咱阁讲一个五吨年，你口口声声讲庶民庶民，台湾的庶民讲啥？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读册，五功德啦！这是台湾人的庶民，台湾人无法度翻身，干那靠着这个庶民讲，我一命命有无？我运有无？我风水做了有好无？无啦无，我认真读册，我加减做一个功德，让我这一生过得较快乐。你连这都唔知影，你今日甲大家全台湾人民讲，哎、欸，咱来庶民，庶民，庶民就是这种物件，你未了解。你今日你咧辩解，你无算命呀？人家我讲你这个行政院长，你这宰相，感觉足奇怪。你到底是要证明什么物件？证明讲你无皇帝命？证明你根本是失格，根本就是做宰相，唔是嘛？今日和外界安尼咧批判的时阵，我感觉，那你日本这个宰相，早就比即马这个金斗大，即马这个讲要落台。啊，谁让马总统会找他？咱嘛唔知影，唔知安怎来斗斗。一个西瓜新杯，无为甚物斗斗？咱嘛唔知影。东北菜就是个优点嘛。你知道、欸、要找一个副手是要加分嘛？对啊，不是哦，大家安尼感觉才质疑。洪毅，我还是回来讲骂这件事。马英九在骂强势媒体，洪毅，什么叫强势媒体？当你这些平面媒体访问吴敦义，吴敦义跟你讲说啊，我是讲妈的，不是讲差的时候，没有讲妈而已，讲妈不讲差的时候，对对对，我觉得对不起，这个他口误。洪毅，我觉得媒体应该问他说，那吴敦义委员长，你要不要讲一次给我听听看？对，你只讲妈怎么讲？发语词。对，发语词怎么讲啊？嗯。我觉得媒体应该有这个责任说，那吴院长你讲一次给我们听听看啊。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啊。对啊，媒体不负这个责任呢、欸。媒体不愿意去做这种挑战呢，乖乖写哇，旁边这个侧面还说啊，多好多好，文宣嘛，还什么政坛小 S， 洪毅，媒体要这样作践自己哦，当然就不是强势媒体。你在讲说四书有没有教这个发语词？四书知乎也者，后面加一个什么？知乎也者妈妈，我觉得国文大哥讲的好，有啦。厚黑学里面的发语词是知乎也者妈啦，四书只有知乎也者。吴敦义很厉害，他有读过古书，读过很多东西。洪毅，这才是可怕的，你就认错就好了，不要一直要盯到什么。我没有讲差的，我只有讲妈。洪毅，那媒体也不质疑，你说这样的文宣造势，配合得很好啦。马总统没有什么，你什么文没有媒体支持你，这个不是在支持他吗？请，我觉得这个徐老师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哈，就吴院长讲这样，报纸不质疑他，然后马总统说啊，他处在媒体处在弱势。这吴院长啊，在礼拜五的时候接受《中国时报》、《联合报》跟《苹果日报》专访啊。那《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做的比较大，这其中是《联合报》一版，吴奎批民进党执政大增国债。请教一下陈伟吴院长，这个民进党执政八年了哈，就一条花了，哎，大概1兆1、1兆2左右，马英九执政三年，就借一条三了，所以这个举债占这个 GDP 的比例，大按照这个标准普尔的计算，大概是39.7%了，那汇率这个公司估算了，我们到2016年，我们的举债占我们的 GDP 比重，大概达到50%了，所以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啦，哈。所以我感觉讲，卖这个我对你吼，安尼用凊彩讲讲。没有，陈伟，其实吼，我感觉吼，你也知影伊的用词。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注意看哦，这是2010年的8月，《自由时报》我看哈，一年前的嘛，一年前的嘛，2010年8月20日。马政府3年借1.3兆，相当于民进党执政8年借的钱，1.3兆。您被你就1.3兆，你杀你就1.3兆。嗯，还是哦，民进党执政大增国债，一波公，我们借的比民进党少哦。好啊，你听好不？我听啊，民一般百姓看到这个标题也讲，对哦，民进党吼举债一定举很多。还是伊唔敢讲家己呢？
你们刚刚说我举债比民党多很多，三年举债是八年。不，这举债哈，看你钱开的对了。民进党被当不掉就一兆三，但是这钱是开的，讲包括这重大的建设，大家拢看得到。比如讲这个二高，比如讲一挂这东西向快速道路、雪山等等，这大家看得到的物件呢。但马英九吼，按照这会议公司的评比啦，哈，这招的物件，让咱台湾的财政恶化呢。大家有印象无？开的对，开的公务人员加薪嘛，对不对？开的对，开的这相关这一挂的，是不是消费券啊？等等，那里要发，这有诶无诶嘛？所以这间隔这举债的目的。好，跟原来举债这个原因，这个都跟民进党大相一庭咧。咱借的钱是后盖要让咱的子孙啊，搁用会到的物件咧。因为记者是还搁问来讲，哎呀，歹势，你国民党执政比人借较济咧。而且记者咧无问啊。民进党执政大增国债，国民党执政暴增国债，那掉呢？当然。你听好不？是。那怎么会算是媒体弱势呢？啊？所以这媒体当然。我们只好讲妈喽。啊，这是真正讲是刻意在扭曲这啦。啊，当然媒体安尼啊不求甚解是。啊，其实咱民进党拢解释足清楚啊。但是伊就要故意甲你扭曲。是。起码这不是媒体不求甚解啦。这媒体记者会唔知吗？这个受理招新闻的人会唔知吗？绝对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嘛。他是配合嘛，伊配合行政院嘛。啊，既然这个都啊都文宣都写好啊，我都怀疑这个专访稿子。是不是人家早就已经不是文科制作有参考的稿子哈啊在这里都这里磁碟片 take 哈你看你不要那改出力解的后啊我做记者做假我相信国栋大哥做比我还久啦有人专访是安内蒙的呀那个问题是一从来不挑战的今天换了我们在座任何一个我们去访问吴敦义吴敦义老公这个民进党时代哦举债很多我们听一听哦那我第一个反问那请问院长你们执政三年也借了不少哎。那这个你有什么说法？是，对不？这个是可以去质问他的嘛。民进党不仅八年举债1.3兆，跟国民党执政三年一样，而且我给大家观众报告，2007年迄年，民进党当年是收支平衡的，对，迄年政府是没有赤字的。请问你国民党做了三年举债这么多，结果吴敦义今天好意思在这边讲，而且我觉得哦很伟大的是。这些所谓的马英九口中的非强势媒体啊，因为尹公这不是强势嘛啊，竟然这种东西可以放头版。我觉得观众朋友，你若相信讲马英九讲说国民党现在没有媒体啊，我们在媒体是弱势哦，那你不如相信王贞治这辈子没有打出过全垒打，王建民也不会投棒球，伊丽莎白泰勒只结婚过一次，你觉得相不相信？安尼我今嘛比郭台铭较好呀，大家也相信不？你不会相信嘛？我甲大家报告吼，咱头先已经有看到马总统三年是借多少？1.3兆。1.3兆，你知道伊第四年要借偌济无？2011年8月。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债务新增约2300亿，所以2300亿我打个报告呢，那是达到举债上限，差不多上限。你本来是要去借较济，还是有法度过借较济无？无法度，没有办法了，已经到顶了。所以再借2300亿，好啊，我请教，1.3兆加2.3亿，安偌济？2300亿的1.5兆啊。1.53兆。对啊。1.53兆除以4，安偌济？一年差不多将近四，要到4000亿了嘛？对。民进党头拄仔讲八年1.3兆，啊，一年是偌济？1500亿左右啊，一个一年就1500亿，一个一年就4000亿，讲好做民进党执政大增国债，这是什么标准呢？啊，我讲有道理不？我们有说谎吗？请问马总统，你的媒体真的弱势吗？你的院长讲话对吗？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